节目组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VCR， 一份小惊喜，咱们一块来看一看，好吗？谢谢。来，1986年春节，《西游记》一经播出，轰动全国。该剧重播次数超过4000次，成为一部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，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神剧。孙行者是我哥哥，我叫者行孙，是来找你要人的。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。西游记的成功也得益于演员不畏困难和精湛的表演，当年剧中的演员也都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偶像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如来、观音、玉皇大帝、玉兔精，一系列鲜活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。尤其是六小龄童饰演的美猴王孙悟空，更是成为全国人心中永远的超级英雄。悟空，师父，你陷入潮，我自有办法救你。这是大唐的众生，我们取经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们取经回来了。悟空，悟空，悟空，休耍贫嘴。你们师徒四人，哎呀，此去西天取经，路途遥远，经历了99、81难，才取回真经，可喜可贺，阿弥陀佛，多谢菩萨。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，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如来佛祖，如来佛祖啊！悟空，你走吧。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日后你惹出祸来，不把师父拖出来，牵扯进来，就是了。我们道家的师祖菩提总是。好你个泼猴，不在你花果山好生待着，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？哎呦！大圣尽管放心，天庭自会发落。大圣，三太子杨斌，哎呀，来，谢谢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哎呀，这么多年，你看，来，老神仙，老神仙，比我刚才走的那么快呀！老神仙，哎呀，老神仙，哎呦呦，见上。大家认出来了吗？除妖乌鸡国当中那个坏太监啊，金吸鬼灵力虫的金吸鬼。2020撞天婚了，走。哎呦，你好，好多年没有见面了，好多年没见面。三太子，你我本是夫妻，不如留在这皇宫中，与我共享荣华富贵。哎呀，是我们那小白龙的原配啊！好你个唐朝和尚！今夜，哎呦，你已是我的驸马，插翅你都上不了天去。天竺受玉兔的真假玉兔他演的，天歌女王。还有吗？还有惊喜啊！
师父，本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。今日路过宝刹，但求借宿一晚，望施主容纳我们师徒四人。好，善哉善哉，阿弥陀佛。上师就进来了，是吧？师傅，师傅都让妖怪给弄走了，还取什么经啊？猴哥，干脆咱们上火。老朱还回高老庄找我高小姐姐。二师兄啊，大师兄说的对呀、啊。大师兄，师傅又被妖怪给抓走了。先把掌声送给所有的老师们，好吗？